我们看一下国历5月11号到5月17号12生肖的周运势喽。特别恭喜生肖运势有5颗星呢，就是生肖属猴、老鼠还有龙的朋友。这半呢，哇，财神临门哦，会让你呢感觉到荷包满满，会化解呢很多财务上的困扰。所以呢，做好理财的规划，控制自己的购物欲，你会发现钱会存下来哦。